曾在《甄嬛传》里扮演温太医的张小龙赴台湾，立马引起不小轰动。随着《甄嬛传》在台湾的爆火，在台湾温太医被称为轻装版大人哥，更是享有嫁人要嫁温太医的美誉。而这次赴台更是与台湾第一美女林志玲同赴夜店相会。当日林志玲打扮低调不失时尚，看来林大美女也是个甄嬛迷，不会错过和偶像亲密接触的机会。张小龙还自曝，林志玲给我发短信说《甄嬛传》很红，你演得很好。张小龙也坦诚，之前并未想过该剧会有如此大的反响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上百位搞笑牛人带来属于网络的欢乐才艺，这是优酷为您带来的《我是传奇二欢乐集》。